他来了，那个小米主聊天，他又来了。哎，这桂花台虎要一个，先走海肉，再来个海肉。不来这个头，不来。我说声遗憾，山容不得言传。我妈说了两句。哎，哥，你们平时是做什么买卖的呀？送快递。那你们起早贪黑的，自己能买起七座山？咱们也挺不容易啊。那先吃吧，都饿了。你俩吃吗？对啊，那吃啊。你们吃吧，不太饿，来吧，坐坐。我也吃点呗。不是我那啥，吃就坏了。不是，没事，你吃吧。老婆要外甥女了，半夜想给我做碗汤，祝你俩俩好，现在白肉生也好，吃辣，吃辣辣。那你吃饱了吗？吃了。那我看咱这吃的也差不多了，要不咱买单走吧？啊，买单走。那买呗，服务员买单。您买单是吗？是这桌小姐要买单走，然后那个我妈没点菜。那我说你，不，你们俩什么意思呀？不是没什么意思，我就想问一下，跟你没有关系，咱不熟。那个服务员，什么叫不熟啊？你们俩就是想买单，就说不想买单，拉人服务员干嘛呀？这没什么事儿的，你不要你这样。我就说你们家饭店是什么态度？你进来这么长时间了，为什么让我们拼桌，然后以后给他菜盘？谁跟你拼桌了？你有什么能耐？你跟我长这么漂亮的小姑娘拼一桌呀？你有什么能耐？你跟我长这么漂亮的小姑娘拼一桌呀？你俩要是但凡能叫出俩姓，这个话我管你姓什么呢？咱们在一桌吃饭，你也不是我爸，我知道你姓什么。你说你看服务员，你说你评论里，你看就他连我俩叫啥都不知道，然后进来就坐俺们一桌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是真有意思，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怎么的跟我们一起吃饭，然后还不想拿钱呢？哎呀，差钱是怎么的呀？这样，咱从那开一桌，一模一样的，再点一桌，不容易。好嘞，咱调个桌吧。你们俩怎么回事啊？你俩啥意思啊？吃晚饭了，现在想赖账了是不是？走了啊。